他说那个音频上声层层面嘛，然后不同的机车的人他会创造出不同的或者是精神面的追求，一般的老百姓就只是拿来招待客人用的，对，那追求的方面也不同，当然还有人会查的我生来被人奉为王座之才，我生来饱含为这天配时代，摆不脱干戈大多交织血海才与君陷落，全无余猜成败，进去高速勇往来，半城阴霾躲不开，人心与愁态，我将月光融入怀，细听晚来要想清白，是否肯懈怠，唱不尽无处安慰，世事败坏才与君清风孤城阴霾白苔，荆棘高速又往来，凡尘阴霾躲不开，人心与愁态，我将月光融入怀，几经万来要想清白，自作盘菜讨个答案，我将月光融入怀，伸手掩